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上次的作业有回去做吗？啊？啊，我正在，作业做了吗？啊，我，做了是嗯，吧？做了，那我们要开始先读了哦。好，喂，准备好了吗？啊，我在，准备好了是吧？一点点，啊，哦，准备了，好，准备了是可吧？以开始，可以开始了，One, two, 准备。three, go。德国政府13日公布了中国战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柏林的一个智库介绍这一战略是说，我们不想和中国脱钩，但是要尽量减少风险。在经济方面，这一战略概括了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依赖的提议，与我们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基本上95%是对的，但其中有一些词你没有读出来，这个你怎么读？你再读一次可以吗？这个词，我看不懂。哪一个词？这个词，我的鼠标把它托起来的那个地方，阴影的那个地方，这两个。这个这两是个词读什么呢？两，你再读一下。不好意思，凌晨，或凌者晨。这一句话，在关，在什么什么啊，什在么，关键零，在关键什么？在关键零与对中国依赖的提议，在关键领域，这个是领域。领域，对，这个"域"哦，声音要读领得明显一点。我把它的那个音标标出来给你域，看，以淋浴，域好的，领域。我刚刚浴在听淋，的时候，你的声音这个词你没有发出它的那个声音，所以我感觉你是没有读错了一下，领域。复制一下，淋浴，OK。对，我把它放大一下，再大一下，看到没有？Y 看到，跟 U，其中中间这个本来是没有的，应该是这样，它这个出错了，领域是这个。这个 y 读玉，一，对，一，玉，玉，鱼，鱼，玉 is first tone, so 一玉玉领域，知道吗这种？OK，领域，对，领对域。吗？好，那我们现在一句一句来，我读一句，然后你跟着我读一句，好吗？好好，的。德国政府13日。公布了中国战略。德国政府13日公布了中国战略。对，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柏林的一个智库介绍这一战略时说。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柏林的一个智库介绍之一战律师说，这一战略，这一战略对，略不是略略了略略战略了略略，好。对，略 first tone。
好，这个外交部长，你再读一下。你再读一下。这个是。这个外交部长，你再读一下。外交部长，外交不是外交，外交。对外，Foston。交部长，我把它的外音标交标部出来，长，有些地方你读错的，我帮你标出来这个音标。它是 Foston。其实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这个 Firstone 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中国人。你们说这个 Firstone 的时候，你们我们也你，如果我是说这个 Firstone，I have to force my tongue，但是你们说的很简单，我们我说不的知很道为简单，什么，因但是为我 practice 哎，makes perfect，知道吗？但是。但是你说的时候，我这个很简单。但是我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问题。I have to force my tongue，但是这个很不是难，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一直为。不是。因为我使用中文，我们从小就已经开始学习了使用中文，就好像我 7 years old 我就开始学习中文，学习使用它，所以这么多年 over 30 years I have been using it for over 30 years, and that's why practice makes perfect。而且你才学习中文才几年，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发音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理解吗？所以你也好。是一样要跟我一样，通过不断的去 practice，use it，speak it every day，然后每天去练习矫正你的发音，以后你就会变得很好了，明白吗？明白。啊，很正常，你刚开始学是肯定有这个问题的。好，这个外交部长要记得他是第四声。OK，first tone，Y 不是 Y，Y 是 second tone，明白吗？比如明说，白，why？first tone，Y，second tone，Y，third tone，Y，fourth tone，Y，所以这个是外交部长。OK，好，贝尔伯克在柏林的一个智库介绍这一战略，这个战略你再读一下。战略。对，战略是说我们不想和中国脱钩。来，我们不想和中国脱钩。对，脱钩，OK，但是要脱钩，尽量减少风险。但是要尽量减少风险，尽量。尽量，对，量还是量。我把音标标出来。了样量，尽量。对，尽量，尽量。你看到这个发音没有？我把它扩大一点。尽你看，量，了一样量，尽量。尽量，对，尽量减少风险。尽量，在经济方面，来，在经济方面，这一战略概括了。这一战略概括了。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依赖的提议。杨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依赖的啊，没提议，错，与欧盟好的，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与欧盟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对，一致，非常好。你读完这段话，
你能理解它的意思吗？啊，很简单，没问题。很简单，没问题是吧 ？OK， 那我们一个来。其实我原来德国政府，你知道什么意思吗？German government。对，十三日这个更简单了啊、哦。公布呢？公布了。公布了，比较大。公布了什么意思啊？进步，不是进步，公布了，announce 对 ，announce 对 ，announce 对，中国战略，Chinese strategy 对，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这个是，这个是德国外交部长，这个是什么？贝尔伯克这个是名字，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外交部长就是那个 diplomatic embassy，、okay、对吧 ？diplomatic 那个部长怎么说 ？deputy 还是啥 ？prime minister，、嗯、我查一下， okay、外交部长。Okay. 外交部长，我都忘记了。Foreign minister， 对 ，Foreign minister， 在柏林的一个智库。智库什么意思啊？Introducing 啥 introduce 不是、嗯、不对 introduce 是这个介绍、我说的是这个智库、智库科务库智库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智，智就是智慧，智慧，或者知识、智慧 ，intelligence， wise， wisdom， 智就代表这个 wisdom， intelligence， 明白吗 ？OK， 这个库呢？这个有政府的库什么库是一个比如说车库那个 parking plot 车库懂吗 ？OK， 它是一个放车的地方。然后这个智库放在一起，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专门放这个 intelligence 的地方。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那个 think tank。你知道 think tank 吗？嗯，知道。智库就是专门那些很聪明的人。每个国家有这个think tank， 对。对，每个国家都有智库，都有 think tank。OK。就是那些很聪明的人，他们 get together。我们中国就叫做智库。明白啊？明白。OK。好，战略刚刚已经知道了 ，strategy 对不对 ？strategy 对。好，我们不想和中国脱钩，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想和中国分开。对，可以是简单的这么理解，但是这个脱钩呢，这个钩是什么意思啊？钩这个是忘了，这个是手指，我把它弯起来，然后勾住我的另外一个手指，这个叫勾，懂吗？理解吧 ？coupling，coupling，OK，coupling，OK。
那这个托呢？托什么意思呢？托什么是？比如说脱衣说服、这个脱掉、take off 摆脱。拖鞋，脱就是 take off，分开，懂吗？拖鞋对吗？啊？往拖鞋，不拖是拖鞋。鞋，拖鞋不是这个脱，拖鞋是另外一个脱。这个脱呢是摆脱，就 get rid of something，脱。Take off，OK，OK，okay. 啊，get rid of something，然后它这个脱钩呢就是 get rid of coupling，就是 decoupling，明白吗？Okay. 啊，所以它这个脱钩是刚刚你说的分开，就是我跟你，我们分开，也叫 decoupling。OK，Okay. 啊，好，但是要尽量减少风险，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但是，they have to to reduce the risk，分享这个 risk，对，风险是 risk。减少reduce，对，我们要减少风险，要尽量，尽量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试一试。啊？尽量是试一 as 试。much as possible。OK。理解吧？OK，理解啊。对，尽量就是 as much as possible。OK。OK，在经济方面，这个很简单了，这一战略很简概单。括了，概括了什么意思啊？将，哎，这个，啊？概括，我不知概道。括了，概括的是 summarize，summarize，是什么？sum up，summarize，sum up，概括，some 的，OK，对概括，sum 了 up，，OK，OK，减概少括，在关键领域，这个领域是什么意思啊？field，领域什么意思？هي field يعني new field.领域就是 field 对 industry 工业领域 industry area okay 领域是 industry industry 不是 field 领域，它是指代一个field area area field。or field 对 field field area，okay 在关键的领域，关键是什么意思啊？关键，关键是 essential，key，essential okay 对，关键 essential key crucial area crucial field。okay 知道吗？你要知道这个“领域”这两个字，它的意思，这个“域”，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它指代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一个 field 或者 area。你看它的形状，它的 writing 就像一个 city，对，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个 wall 城墙，protective wall，懂吗？所以它指代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区域。area，这个领呢，就领就代表 you are leading, you're controlling this area，懂吗？OK，所以这没是错。crucial area，
理解吧？嗯，理解。OK， 对中国依赖的提议，这个依赖什么意思？依赖rely on。对，对，这个提议呢？提议，这个是，我不知道。提议就是 proposal。Suggest。Proposal， OK。提议就是 proposal。OK。OK。Yeah， proposal， suggestion。OK。OK， 欧盟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地方吗？不是地方，这个European Union， 欧盟，你看这个欧，这个欧洲，欧就是欧洲， 对， 对，门呢，门就是两门 ，Aliens，Europe Aliens 就是 Europe，Europe， 嗯，对 ，Europe Union， 懂吗？好。OK， 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这个与是什么意思啊？嗯，跟啊，跟 omen， 它不是人的意思，它是和 by together by 跟和。这个与是 together with somebody something。比如说、okay. 我就跟 Sarah 跟老师跟对跟也是对的，对，跟欧盟与欧盟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与它就是跟的意思、和的意思，懂吗？比如说我跟你、我和你，我与你都是一样的意思，对，明白吗？只是写法不一样。OK， 和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达成什么意思啊？达成，they reach to make 啊 make a decision 对 make a decision reach to reach to something, the decision they made, 因为他写了一个达成，成就是 means is completed, 就已经完成了，所以 it's the decision they made, 理解吗？理解。Okay, 和此前达成的做法一致，做法呢？做法不是这个 decision 啊，还是我明白这个是 something they 做法 they, reach to. 这个做是什么意思啊？做就是做 do something, right? Do 对 work on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这个法呢 ？OK， 法它不是指代法律，它是指那个方法。Method, approaches, method. 所以这个一起呢 well, okay. How would they do this? 对，这个的意思吗？他的意思啥？你刚说啥 ？Way of, yani, that's how the way of doing something. 啊，对，对，做法，你可以说他们的那个，the behavior or the way they make the agreement they make to do something、做法呢就是他的那个 behavior or 那个做法怎么说 OK 我刚刚忘记了刚刚想起来那个词叫啥做法 OK 我还是用翻译一下吧对 practice behavior practice、okay. the way of doing、okay. the thing
OK，OK，一致呢？一起，啊？一起，什么？together，together，一致我不们是一起，together，一起才是什么？together，一致是一样的意思，the same。OK。对，一致是 the same 的意思。一起不是一直，你对，一起，OK，一起才是 together。你要知道这个字就 same。OK，明白吗？明白。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节，那个我播放一个视频给你看。